实在奎哥介绍到 Acredi， 他昨天除了有相当强大的一个内线攻击力，他在罚球线上也不含糊，11发10中，高达90%的一个命中率，这绝对是对于内线球员最需要的一个火力支援。没错，陈范博一开始就在三分外线开火了。今天剑七号的阿莫内塔，这是在右半边的 two man game， 五毛再给石伯恩刻意吹到三分线外的出手，点进！哇哦！这就是打这么辛苦的话，这对菲律宾大学来说未必是好事情哦。哦，不过菲律宾大学在昨天面对到先锋大学，也展现了他们在下半场的一个韧性。活动篮板 ，Bright 故意去没时间哦，这一秒钟，哇，出手被盖掉 ，Kobe Pala 来到了。佛光杯的最后一天哦，这相当精彩。大概是做了90%的球迷啊，阿奎提再抓到进攻篮板，石伯恩面前放进。如果不是走步，石伯恩有可能赔上犯规了。古毛这个动作很快，而且完成他三分打的机会，9-4，剑心领先。这个传球被高成断掉，高成在接近中线的地方断球，直接上篮。是他在二线的一个阻断能力。陈明玉被抓了犯规，哦，这球还是送到 Acredi 的手上，篮板再进，他包办了菲律宾大学的前6分。远距篮板，陈范再一个小球，啊，他认为底线应该要有自己的队友。嗯，陈明玉还是比较单薄，这种对抗性非常强的比赛会比较吃亏。三分外，简廷照取代今天先发的陈明玉替补上阵 ，Kobe Palas。林角投进了三分球，石伯恩投进了三分，阿奎提拿下了6分。哦，又进去了，古毛围着，甩掉了满走上篮得分。高成这边也被对方的 David Morrell 是严密的看管，几乎是寸不离身了。好，石伯恩到禁区，这个假动作相当逼真，球传进。石伯恩去对持球上篮的球员去做到封阻的话，阿奎提在二波篮板就有绝对的一个身材优势。接球 catch and shoot， 高成，这是剑行在首节的第3记3分球。哇，石伯恩大火锅打给了 David Morrell， 但是球被对方给抄回来，忙走在外线的投射，三分。这个时间直到整场是只有命中率25%，16投4中的三分外围。Noah Webb 想开后门，但是发生了传球失误，陈明玉有一个更好 ，for three。Spencer 手中 ，Noah Webb 再给到 Javier Gomez 也来到场上，背后22号，哦，这个小球给到禁区得分。哦，传球的技巧相当有一。朱云豪也来到场上，现在负责防守 Webb， 换防之后，看看 Spencer， 拉开在底线，再给到 Acredi， 哇，这第一步已经过了石伯恩。而且 Acredi 他其实我的，你看他并不会太急躁，他判断到石伯恩他有跟他有一段的距离以后，最后决定切入篮下。朱云豪这个投射范围相当远，再为剑行送上遥远祝福。还有简廷照。陈明玉啊，这个起身被抓到，阿奎塔赏他一个火锅前场快攻的机会 ，Noah Webb 再传球，高景伟 ，He's out of nowhere， 他从哪里蹦出来的？但是这个传球也失误收场，阿奎提泰山压顶，但球弹出来，直接弹到中线给朱云豪，上篮又被盖锅 ，Noah Webb 还向他呛香，哦，这两边现在有一点混乱。最后还是要劳烦您啊，大哥阿古埃蒂休息好多天。对，如果打到脑袋上，可能会脑震荡。朱云豪接球就出手，哇！算了，对你可能要控制住菲律宾大学其他球员的外线进攻，还有就是篮板，篮板很重要。你就是从第一节讲到现在，包夹过来，马上做转移，高成这边也是一个射手，已经就位了。我觉得高层球掌握在22号 Javier Gomez Deliano 的手上，外线马上来一个三分，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滑步到禁区，高景伟的外线勉强出手没有，球被 Spencer 拿到，然后做转移 ，Javier Gomez 长驱直入到禁区，还来一个 N1。
朱宇豪这个后撤步弹得够远，再进三投三中的外线了。石博恩弧顶位置接球，朱宇豪今天第一次在禁区的转身又是一个三，目前他是单节拿下十一分。哇，被 Kobe Pop 切到那个地方了，就很难。我倒真的是看到在整个菲律宾大学面对到对方的区域，现在的转身出手力道大，其实他很有信心，一投完就要跑回去了。Kobe Palas， 哦呦，好球啊 ！A1， 而且 Kobe Palas 他好像很快、哦，速度相当快，已经直接挑战篮筐没进。今天这个中场可能在篮板这个环节真的会差距很大。这是一个底角跟朱宇豪互别苗头，对他上来在外围的一个稳定性，提供给菲律宾大学有效转移。外围的 Kobe Palas 没投进，哦，但是剑行抢不到篮板球、啊。这篮板落差很大。Mantilla 的出手，不但三分投进，还造成了犯规。喂，这是出手后的犯规哦，所以并没有执行加罚，但是让菲律宾大学持续握有球权。哎呦 ，Kobe Palas， 石伯恩做一个掩护之后拖车到禁区，但是传球剪停照发生失误。Manzo 直接交给阿奎蒂得分。毫不含糊，打五个，系好鞋带之后接到球 ，Kobe 直接就杀到禁区，篮板球他再拿到，对，非常弹也非常高，但他在最后这个他也知道可能在禁区对位阿奎蒂没有太多的一个优势，干脆拉到外围来投，他不能犯规了，所以 Kobe Palas 哪里痛了、啊，可能就要把高层换回到场上来，嗯。毕竟现在是一个得分的干旱期，朱宇豪面对阿奎蒂转身把他换过，注意一下团队的一整个士气跟力量。是，好，这是一个快打旋风，高层上来马上接到鼓包助攻，再回到了五分差距。科比想靠、靠不到人，但是隐蔽的传球给到阿奎蒂，至少这球是如此。对。哎呦，石伯恩没有注意，差点发生失误。快速切入球进散，暂停照。一段时间，心里面也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喊暂停？有时候教练就是在这个时候很矛盾，又不想要太早喊，又怕不喊的话就一泻千里。没错，昨天先锋大学就是这样子，喊完之后照样没办法止住十分。Kobe Palas 三节切入的一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朱宇豪。要找拆弹专家石伯恩，再来两罚都进之后，现在回到两分差距。Kobe Palas 他就是要往石伯恩身上打，对，他其实也很聪明。Kobe 在防守他，剪停照倒地球也掉 ，no call。满走要挑战篮筐，球没弹进，不过阿奎蒂活动篮板来得快，区区联防又改回人盯了。再给 Kobe Palas 转身找篮筐，自己再拿到，哇！哇，这打的单场得分，而且他知道只要他把球往篮筐的附近抛过去，他就可以拥有这个篮板球的优势。高景伟发生了失误，结果对方的三分球反手投进。Manzo 今天也投进三记的三分外围。再失误 ，Home Cap 要来挑战石波，没有球掉了，前场的快攻机会，简廷照。直接飞跃拦下得分，在科比面前四秒的进攻时间，险些遭到包夹，做转移球发生失误，高景伟还有三秒钟两秒钟切入到篮下插板得分，第三个时间也到点，三个后卫加起来其实他们的高度是都不到180，不过就看看能不能用这种速度跟准度去弥补。陈范博彦来一个 A 过去，不能从他右脚那个位置，因为他右脚是会踢出去。外线高层的出手进，很久，就看于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出手的一个机会存在。简廷照防守花边 Gomez， 但是被他真的不行，就戴瑞腾上了。再保留下去就要等一天。真的，急停的出手，有，已经被得分。
简廷照补到这个位置就是阿斯卡这个位置，其实阿斯卡的破坏力还是比较大，头球成功，神通发动，带回给 David Morrell， Bobby Palas 又要切入了、Bobby Palas 挑战十分成功，好球，没话讲，切入到左手的挑篮一气呵成，高级动作，一分落后，高级位上来换成左手，连续这边换成对位的是简廷照，连续射出了高难度动作，进位还是相当的出色，即将是大一新鲜人，对，有时候教练都不需要去取舍，因为在同一个位置重叠性的一个方式下，对，现在简廷照先 Spencer 地板球给 Aquetti，Aquetti 把球从地板上捡起来，剩下八秒钟了。Manzo 接球直接有一点点浪费，要抓你的时间差、球再回到高成的手上，假动作之后，投进三分球。最后三分钟 ，Aquetti 单打石伯恩成功。对，石伯恩也不敢犯规了。在外线，科比上来防守，科比还在他身边。还是去做追防，再看一次，抓到整个你时间差的一个部分。冠军战其实是有类似的一个感觉、分数都相当的接近。哇哦，这球掉得很漂亮，而且 Aquetti 啊，球的一个球员，他们都不会在第一时间着急的去处理。高景维吃了 Aquetti 跟麻辣锅 ，Bobby Palas 在外围出手三分球，一个 top shot。哦，他今天打得太顺。June Manzo 高景维在防守他，摆脱周琦的出手很稳当，而且他这位高成切到禁区就被对方拨掉，要收快，这起跳距离很远啊，还是一个侧身，科比今天真的太嗨了、看这个巨力万钧的一个灌篮得分，肾上腺素的激发的一个状态下，就完全燃烧自己的小宇宙，一点都不会累。进行把球给抄到外线，一定要进才行啊！高景伟，高景伟，五毛没机会，三分线，石伯恩球很直，石伯恩进行射下的遥远。五毛掩护中，外围投射被盖火锅，篮板球，科比拿到。好，阿奎蒂他打球。看起来哇，阿奎蒂真的好壮哦。对，直接来一个新娘抱。真的是新娘抱。对。好，朱云豪，这个投射的更远了，没投进，高景伟在篮下插篮有。